嗨，大家好，这是《恶灵古堡四重置版》的 DLC《匿名书图》的游玩流程第四部分。上一部分我们把这个第五章给打完了。那第五章的话呢，最后面我们的 Ada 呢是遭遇到一直在追杀他的，从游戏刚开始哦就一直在追杀他的这个萨德勒的这个左右手吧，好像是左手的样子吧。总之他是一个女管家，最后面呢被改造成，被他们实验然后改造成这个样子。一个虫，一个很恶烂的那个虫的状态，这样有点像蜈蚣吗？哦，那接下来呢？不晓得是会不会是最后了，那就是第六章。那我们就继续这样直接开始玩下去哦。And 100 others die. I guess I changed too. You? Leon S. Kennedy. You haven't changed. You just think you have. So here's my question. Have you changed, Ada?Or are you just trying to use me again? What do you think? We're here. Don't think too hard, handsome. See you later. Story of my life.这边多了一个小细节啊，在主线没有的，毕竟我们里昂的视角是不知道的。他偷偷被装了这个追踪器哦。不愧是 Ada， 我去，他们两个真的很妙啊。Oh my god, 你准备好了。Not yet. 后面有人。Whose blood are you here for this time? Mine or Sadler's? That all depends on you. Change of plans. Of course, you're free to refuse. Think that gun's gonna be enough?Interesting. Okay. I'll do it. But cost you extra. Wise decision. Send you the new coordinates. And remember, I do not like waiting, I know.这是什么意思呢？然后我们真的拿到狙击枪了，我们真的有狙击枪了。啊，没有，就是我的魔鬼鱼啊！我想说，是那个影片里面的啊 ，CG 里面的那把帅帅的。OK， 老样子，我还是会先走一些我能走的道路。虽然我不知道哪一条才是退的，
到底哪边才对啊？要命，都不想错过任何东西啊！我们看一下地图吧。我们刚刚爬上去的话呢，哦，我知道了，这两条路其实是类似的。哎，不过这有个次要目的地哦。然后这边好像是一个，好，我们先走，我们还是先走山洞那条路好了。家伙是死守在这里。进得去哦，啊，我知道这边，哇，这里我认得。好，所以是同一条路。我们刚刚如果上楼梯的话，然后这边只是一个小空间。哦，还好还好，差点就走错路了。Okay, keep going. 一个宝物哦，水晶矿石。哦、OK Oh my god， 我还以为可以用格挡的，这个不行啊。可是觉得操作好别扭，就是用手把操作好别扭。这样下去真的不是办法。才三个敌人，我们就马上让我们陷入困境。给了很多东西哦，但是目前你最需要的是生命值。宝物的声音。
哇靠，来不及。OK， 啊，死得其所吧。一段一天没玩，马上就烂掉了。OK， 稍微有点把感觉抓回来了，反正真的是很糟糕、哦。看到了，变石 ，OK。商店的前面哦。前面一堆敌人。Got some new ways, stranger. You're in for a treat. 跟绿色药草，两个箱子。这里还有箱子。Welcome. Got some rare things. 又有一个火箭发射器可以买。Why not try your hand at a new gun, stranger? Might save your life. 这里买个急救喷雾吧。Stocking up while you can. Wise choice. 把我们身上有这些宝箱，宝藏都卖掉。Your valuables won't do you much. A deal well struck. 有点可惜，上次又错过了，上次又错过了这个。If you want a fighting chance out there, you best tune up your kicks. Dazzled, are you? Our craftsmanship demands no less. 上次错过了一个支线啊，所以我们现在尖晶石不够。不然的话，其实可以换一个。镶嵌宝石可以再赚钱、哦。There's some things money can't buy. 修一下小招。就这样了。Keep a lookout for items. Then. 来吧。哦，牛头人！哦，直接被敲到，痛！这真的闪不跳。
哇哇哇！到处都是人，好多人。What a start！而且被敲个两下就快死掉了。还有电锯哦，哦不是机枪，哦。Oh my god！我想一下怎么办啊，这个太难了。这里实在是太夸张了，一堆人。实在是太混乱了吧。真的是太疯狂了。
这还有个宝箱，宝物。哦，就挂在这里。上面还有一些箱子，我想要先收刮完，我们再继续。哎呦，我是要下来，要捡东西。Their most important facilities are housed in their sanctuary at the top of the mountain. That's where I'd look. You're the encyclopedia. Happy to help. Now you owe me. Okay. Don't die on me now. 他真的很在乎你啊。可是他又不让他知道这些事情哦。真的是这种关系。下面是商店哦，然后我们看下地图配置吧。对啊，那这个门应该打不开吧？没错，打得开就奇怪了。哇哦，这样跳下来，哦，我们才上得去。Hello, stranger. Welcome. Got a selection of good things on sale, stranger. A well-tuned weapon can make up for a lack of skill, friend. Of course, we can sell the armor, but I think we should just leave it here. Hard times, mate. Yeah, hard times. Pretty hard. Oh, 最近圣甲虫好像相当流行。听说在有一只在一号大楼的解剖区里，另一只不知道被谁偷走了。十个尖晶石，还有支线任务了，可能会需要解哦，因为我们确实需要尖晶石啊。I need to open this to get to the comms facility. It needs some power, though. 冷静，别着急，先记下目前的状况。第一，一堆怪物把这里弄得一团糟；第二，唯一的出口关上了。高压电源装置不见了，要开门就得想办法通电。冷冻区，我记得里面有个电源装置，那个是实验对象逃脱时候用的紧急电源，应该用得上。问题是到处都是一些怪物，我要怎么样才能走到那里呢？冷静点，我不能放弃，还有家人，我行的，我不能不行，他们在等我。就很死了。冷冻室，然后又遇到那些糟糕的家伙。哦，这有楼梯可以上去。给了蛮多的步枪弹药啊。当然了，怎么可能会没有你们呢？
这没办法回避吗？才马上才没多久，马上又要死了，你看。哎呦！哦，我知道这个东西，这个我们在主线有看过。反正尽量不要把这个，不要把玻璃打碎就好了。全部都绿色药草，来点红色的可以吗？我猜又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在，刚好被这个再生者给吃掉了，吞进肚子里了。中间，我们错过了一个宝藏，回去拿，回去拿，太重要了，现在什么都需要。等一下哦，可是他好像在别层了，在这一层，好吧，来回跑。小袋资源太重要了。系统是 OK， 那家伙马上就来找我们。哦，他没有变成第二形态吗？OK， 这样的话还算好对付。哦，这里面还有火药哎，谢喽。这里是怎样？还要穿过电网的，对了。唉，没有，试试看吧。这不可能穿得过的吧？这应该是我们要先把电源关掉啦，没有办法，也就意味着我们只能走这里了，然后还要爬这个，不是啊，爬不了。OK， 哦，这里有个门了，是哪了？然后我们看一下，OK， 解剖区，这有两个宝物。
这也是他们的主场，他们一定会出来的。重生者们的主场，然后我们还要找两只圣甲虫，所以，这个任务有点麻烦啊。有一只在里面。不想对上他们了，因为这样浪费子弹了。可是好像没有什么办法。哦。痛。全部都是绿啊，绿绿绿，有够绿。这门打不开啊，在开玩笑。所以这只是为了保护而已。啊，圣甲虫，原来如此。然后再来是飞区，所以我们绕了过来。啊，这里一定会冒一只出来的，会从哪个袋子冒出来都不知道了。电源装置这里可以关掉，其他房间里面有什么东西呢？哦，绿色右手。OK， 这样看来好像已经没有其他东西可以拿了。所以圣甲虫，看一下它的描述。他说另一个在。悬赏任务，有一只在解剖区，另一只不知道被谁偷走了，可能在某个怪身上吧，就像我讲，被重生者吃掉了。啊，反正都要面对他们了。OK， 来吧。That was bound to happen.我就在想，你怎么不开手电筒啊？哦，然后呢？OK。
所以他们不打算出现在我面前。我靠！这狙击枪，因为他直接从我后队冲过来啊，也被打爆了。啊，刚好直接把补血用掉，还是再撑一下好了。现在问题是，另一只圣甲虫在哪？啊，讨厌！嗨呢！再不出红色药草，我就GG了。看来是在那边的门。哦，太好了，直接吃。应该破门而出吧。不会吗？哦，是要我们直接开门，强迫我们开门。一只，应该不止一只吧？嗨，应该还有吧。是谁把弹药丢到垃圾桶了？天哪！看到了。这只就特别难搞了。哎呦，被戳到！哇，血太少，直接被秒杀，可惜了。
真烦。哦，真讨厌啊！最后面打得很不顺利啊！哇，天哪！接下来呢？哦，正在想说步枪弹快用完了，还有一只圣甲虫要找。小钥匙刚好可以在这边用上，因为我是金砖。他说不知道被谁偷走了，可是我们在这边目前为止遇到所有敌人都是杀掉的，也没看到什么落单的敌人啊，奇怪。然后我们已经回到原点了。吗？是吗？看一下。对啊，绕了一整圈啊，我们几乎把我们能拿的都拿了。好吧，想再多也没用啊，就是没有了，没有就是没有了。Oh, nothing but welcome. What can I interest you in? 把我们找到的东西全部拿去卖了。Ruby's all rubbish. It makes no difference. This is what I'm talking about. Pleasant. 然后呢，我们在镶嵌宝石，这个的话，单色奖励吧。Okay. Welcome. 然后再把刀修一下。Good is new. 剩下威力，然后手枪也是剩下。This kind of work is about finesse, stranger. Little bit goes a long way. You'll see.那资源其实我还蛮缺的。That cash in your pocket or your life, easy choice, mate. 算了，先留着好了，不急着买。Anything else I can help you with?
Don't get yourself killed now. <laughs> 存个档，顺便存个档。Take a look. Welcome. 按错，不是你。 Better buy something while you can. You may regret it later. Wow. 还有这样的。 Should be able to get out now. Well, keep going. Not exactly covert, but it'll have to do. 向龙天线建成报告，孤岛的高感度天线设置工程终于完成。我们可以更仔细监察敌对组织的一举一动，包括美国情报。现在我们无所不闻。我们首先会利用天线收集情报，用以制定绑架计划。用更准确的情报，计划成功率会大增。不久之后就可以昭告天下：美国就是只纸老虎，国防形同虚设。克劳斯写的。 他说的爱也是指的这个天线设施吗？还是什么？哎呀，管他的，走吧。马上就有人来了。 还说真的需要这样吗？哦。Excuse me, can I see you? Well, this isn't good. Oh my God. 哈哈 ，Oh my god， 疯狂了吧？还有两个啊！哎呦，想说已经很完美了，还是吃了两件。 OK， 很讨厌。 Not my favorite carnival ride. Yeah， 真幽默啊，黑的，真幽默。 当然在前方，哇，那边看起来就很嗨欸。
nothing but the finest wave. Well, 这边其实我想买东西，可能也买不了了，买不了什么。啊，小袋子又买一个，买两个好了。Thank you. Do check out my whip. Here's again soon. 嗯？哦，没事，犯错了。又一个巨型虫，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我们刚刚的那个已经失败了，是不是？哦，找不到，真的找不到。算了，不管了。The area is well guarded. I need to be careful.A radio tower.That's where I need to go. Okay. Will 有人出来吧？啊，也不一定。宝物的话，我觉得是要之后再回来捡。来太快了吧！
可能吃了两发步枪还没死。太夸张了吧。OK。
这边有需要的话可以撤退哦。如果打不过的话，因为蛮紧绷的。有人来了。幸好这个机箱可以帮我们，不然这么多敌人，说真的吃不消。好了，问题是，等一下，我知道了，然后我们再从另一边跳下去。哦，了解了。他应该会走跳下来就出敌人了。没有吗？回不去了啊！那这样这个任务毕竟失败了，因为有一只在最一开始的地方，回不去了。啊，算了，不想管了。难得打得那么顺哦，算顺利了。连接装置。好像我听到声音欸，这怎么我没看到？哦，在这里。欸，不是。这里太密了吧？哦，根本还没到，是不是？哼。OK。在这里。密码，等一下。哦 ，Iris， 哦。此搬到岛上，琥珀的研究依旧如常进行。虽然没有确实进展，但整体方向已经越来越显而易见。琥珀的确有其用处，虽然它还没醒来，但仍然可以控制和其他强化其他寄生物。这股能力可以让宿主和宿主体的关系趋向完美。而实际上，我们也成功在实验里同样方式强化某个实验对象。这可是一大突破。
接下来我想看看琥珀会怎样影响优良种。不过优良种寄生的都是光明教的干部，肯定不会愿意参加实验。我必须谨慎计划，才能找到愿意参加实验的白老鼠。Something tells me this isn't just a comms facility. Yeah. Of course.琥珀的效果真的超乎想象。以前的马提尼科又脆弱又难以控制，大家都说它是个失败品。不过经过多次琥珀试验后，它的复原能力大幅上升，一般武器根本伤不了它。不过也有件事也要注意一下，它强是变强了，但还是一样的笨。万一它失控起来，要制止它就只能用强力雷射光把它切碎。强力雷射光，我们有这种东西吗？看来等一下又应该就是会遇到它了。哇、wow、哦！啊，这一只是那个之前在下水道你养的有下水道的那一只吧？直接死！我不知道我要干嘛。问号。硬派就是硬派，就是不断的死亡啊！除非已经玩过了，不然的话就是不断的死亡。那我们到底要干嘛？我们刚刚有转了一个阀嘛？哦。转那个阀，只不过是让我们继续往前走而已。往这里。我觉得还没，他会把门撬开。不过这边应该就是稍微安全一点点。他在上面，他应该会想要出手攻击我们吧？我没有，他没发现。音乐停了，好、哦。三六二三七，你在这里干嘛？而且一发就死了是怎样？
研究结果证实，琥珀还可以让优良种普拉卡更活跃。选克劳瑟做研究对象果然没错，利用他执着于力量这一点，马上就说服了他参加实验。换作是其他疑神疑鬼的干部，肯定不会这么顺利，而结果也十分令人满意。优良种的成长远超于普通的寄生体，我看过的宿主当中，能力成长最多，毫无疑问就是克劳瑟。琥珀能力太惊人了，假死状还就已经如此厉害，如果醒过来的话，真难以想象。不过现在写什么研究报告都没意义了。萨德勒已经来过，把安瓶交给了我，现在那小瓶子就在我眼前，看来我知道太多了。我很清楚把瓶子里面的东西打进身体里会怎样，不过拒绝的话也肯定没命，还不如现在一枪打穿自己的脑袋呢。真是个漫漫长夜啊，天哪，真是惨啊。研究这么多，然后最后面被删掉，被杀掉，实在不懂为什么他们会这样选择。明明就知道会有这种下场，但是他们却还是做他们该做、做他们的事情。欸，等一下哦，那里面有宝箱吗？那里面有宝物吗？我怎么不知道？在哪里啊？哦，就这个箱子是不是？我靠，超级不起眼，又是一个宝石项链哦。宝石还蛮多的，应该可以的。哦，OK， 哦 shit。不该犹豫的，我刚刚要冲往前冲的。最后一个华，最后一个华丽的这个闪避。430。This is it. Now, how to connect the device? Till now, still no this red herb. This is very 麻烦。敲下去，哦，不是，它还可以按几个按钮。里面是什么东西？I'm at the site injecting to the main terminal. You're going to blow up this entire island. Oh, 他们的目的是把炸。Won't that make things harder for you? The weak exist to serve the strong. Enough talk. Bring me the amber. I've arranged a way for you to get back to the island.Copy that. On it now. He seems to be very unwilling. Okay, Luis. What was it that you said again? You should have known by now, Whisker, that I don't always play by your rules.OK， 不晓得他做了什么。OK， I'm done here. Yeah. 不过我想，那个保护措施啊，这个 security 全部都解除之后，那只怪应该也会出现了。他不是说要什么强大的雷射光把它切碎吗？OK。
可能就要开启强大雷射攻击。哇哦！哎，又启动了。Oh my god！ 够帅，只是如果在实际游玩的时候可以这样做就好了。Got you now, Sadler。因为他装的是窃听器哦，不只是追踪，还有窃听的效果。哇 ，OK， 那这张就这样结束了，只能吃一次哦。我应该会剪掉一些死亡的片段了，因为这样很浪费时间了。但是又想要把整个流程至少记录起来，所以这个看起来没有死那么多啊，其实死蛮多的呵呵。没办法，我技术没那么好啊。不过我觉得硬派才有挑战性，虽然会一直死，但是我还蛮享受的，蛮好玩的吧。把这些家伙都干掉的时候也蛮好玩的。他骑着这水上摩托车过来，所以我们里昂最后面就是开了这只烧，难怪他有钥匙。最后的商店了吧？这应该是，这应该是最后的商店了。然后我们把这个药草合一合。Welcome, Wilden. What can I do you for? A deal well. Ah, 可惜没办法四色了，三色奖励没关系啊，就这样了，这最后了。Thank you. Welcome. Thank you.尖尖石有五个，两个圆形凹槽跟两个方形凹槽。啊，我刚刚不应该把那个宝石都卖掉的啊，算了，没关系啦，把这个拿去换，换这个，然后皮质公式包。You can't go wrong with that. Got a selection. Crossing your T's, dotting your I's. That's the way to be. 这样我们有十万吗？威力其实全部都强化完，只剩下狙击。A well-tuned weapon can make up for a lack of skill, friend.Try that on for size. This kind of work is about finesse, stranger. Little bit goes a long way. Stocking up while you can, wise choice. Will that be all then? Don't get yourself killed now. 然后把公事包换成这个。储存，只可惜没办法买一些补血的道具。走吧，这时候该把这 DLC 打完了。
为什么这里会有地雷呢？克劳斯来过这里吗？Oh shit！ 我是白痴。OK， 搞定。本来是不用受伤的，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哎，傻了，现在没补血了。哇，我们还错过蛮多东西的，该捡一下。这也是他们之前最终决战的地方，黄色药草，可惜刚已经吞掉了。贝雷帽，对啊，他戴着个贝雷帽。Oh shit！
OK。哇，漏掉个宝藏，漏掉个宝物、哦。我在这里，皇家权杖。消失了，那我觉得应该是接近尾声了。这里又有个箱子，正义的女神像。Hello, stranger. Right. 哦，急救喷雾 ，Andy。Welcome. Got a selection of good things on sale, stranger.Your valuables won't do you any good. Stranger, ooh, I'll pay a pretty penny for that. 他又卖个急救喷雾，买了。Stocking up while you can. 73,000。Why not try your hand at a new gun, stranger?买个可爱熊吧，这个因为到时候给李阳的。他给李阳就是这个吧。然后我们把他这个鱼右侧，对，好，然后储存。差不多了吧。差不多了 ，All set. I can hardly contain myself. Thanks, you're so kind. 然后哦，前面了、啊，那是前面。啊，都已经要最终决战了，怎么还有个宝物啊？可以吗？哦嗨 ！Oh my God!不要一开场就让我差点死掉吗？真的有必要吗？听到声音，哦、好暗哦，都没有红色药草。看下地图，哦，在我们正上方吗？这太暗了，这最好是看得到、哦。我、哦、有哎、欸，真的有。我要红色药草啊！所以萨德勒是跟 Ada 打完之后，他才哦是这样吗？这么一回事吗？那他也太猛了吧！
确实是没路可逃，但是我可以跟你玩绕圈圈的游戏啊。先把散弹枪都合一合。OK。这是哪招啊？啊！我刚刚射到体内的子弹。Oh my god！ 哦，这很痛。已经按圈了，怎么没闪掉？哎，要重来了。他露出嘴巴里那个。这最好是打得到，我已经跑到另一边去了。哇！看来真的要重来了。That's kind of right. Okay,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已经按圈了耶。这回避的判定也太奇怪了吧！死吧！
Control, come in. I have the package. This is gonna be hard to explain at customs. Done, Ada. Evacuate immediately. Understood. Someone is coming to pick you up. I trust everything is fine on your end, too. Yeah.要取得火箭筒吗？最后面他就是给里昂火箭筒哦。萨德那个战斗很难哦，应该说我一直没有搞清楚这个机制哦，搞的就是一直狂死哦。里昂还没死，我在遗迹旁搭了个帐篷，只要把他引过来，我们就可以做个了断。万一他能够绕过遗迹，装卸码头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他肯定逃不了。那里有一大堆拿火箭发射器的士兵，红色特殊弹头也准备就绪。要用那些弹头不单是为了对付新兵，为了圣体而正在接近这个岛的还有另一群人，那些人是何方神圣我心里有数，不用到最终手段肯定杀不死，不就算用了也没办法保证。对，萨德知道还有些人吗？ Just what I was looking for. Yes.偏偏这头装填，其实我们应该要直接离开了，不要对付他们。
快发射啊！Déjà vu.没想到会有那么多石头。我、哦、靠嘞，这角度，哇、哦，真的觉得用键鼠好很多，手把真的好痛苦啊！我应该用 PC 的。哦、这里还有个克劳瑟少校，感谢你信任和惠顾本公司，达成本中交易。为了少校提供军火助一臂之力，本公司深感荣幸。他涂上了红色燃料以供识别。它产生的高速金属射流不但可以打穿坦克和碉堡，就算是战舰的装甲也不堪一击。贯穿力强大至十为过火，本公司斗胆声称，不论是战机、战车、战舰，世上没有这种弹头无法贯穿之物。至于少校打算如何怎么使用，跟我没关，不会过问。但请谨记，世上没有目标需要用上威力如此强大的武器才能摧毁，使用时请加倍小心。纽曼军火公司。这时候都是给的很慷慨啊，这些补血的啊什么的。我看不清楚。
真爱拖时间呢、欸。啊，拜拜，你进不来啊。总不让我装那个，哦，又要结束了是吗 ？Ashley， Leon needs help. Hurry. 这是什么尴尬？这是什么尴尬的对话？独角仙。Personal, Leon. Luis and I had an arrangement. Don't worry, I'll take good care of it. Bride's here. You coming? I think we both know this. It's where we go our separate ways. I see.可爱熊，I've obtained the amber. Excellent. Just one question. What are you planning to do with this? I do not pay you to ask questions. All you need to know is a new dawn is breaking. 100 will give their lives so that just one may live. I am expediting that change.So, we're talking millions of casualties. Billions. How ambitious. We're changing course now.
那这个 DLC 结束了。如果有注意到的话呢，我把亮度调亮了，因为跟萨德勒的战斗中，那个画面真的是，如果使用游戏建议的这个亮度的话，基本上根本看不到萨德勒的动作。那与萨德勒对战里面呢，用刀招架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我在不断的死亡之中才认识到。然后我一开始一直搞不懂他的方法，就是给他造成伤害的方法。下面还有一艘船，OK， 这是伏笔啊。那也是反复的死亡，不断的练习之后，才发现说原来是要把他打出他嘴巴里面的那个眼球嘛。然后呢，在这个时间内哦，大概散弹枪也只有两发的时间哦，要确实的打中，这样才能造成伤害哦。那伤害到一定值呢，才能用触发这个 QTE 哦，就是能够用这个近战攻击去攻击他。所以这整个战斗其实它并不难，只是它有两个要素，一个是亮度的问题，另一个是这个机制我没搞懂，一直没搞懂，所以导致就是我跟萨德的战斗其实打了蛮久，大概打了快一个小时吧，因为我一直在摸索那个方法。那也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它有一招那个跑到这个地图的边缘吧，就是最边的位置，然后呢像涡轮机一样这样直接朝着直线冲过来哦。那一招我不管怎么样我都没办法做到无伤，我不晓得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躲避他的这个伤害哦。想说躲在柱子后面应该就可以了吧，就也不行，还是会受伤，所以这个是我一直没有搞清楚的。不过想算了，反正我们打过就好了。那这边的话先休息一下，然后看一下这个 staff 工作人员哦，因为这也是个很棒的 DLC 哦，那晚一点我再把我的感想说出来吧。评价居然还有 B 啊，真是始料未及啊！因为我真的觉得我打得蛮烂的。Continue as planned.
载入这个通关保存资料之后，可以继承资料，并且进行下一轮哦。届时可以买新武器。那后面的这个地方哦，这个 CG 显然就是为了五代在铺梗。虽然我觉得五代没有闹那么有趣哦，但是所以说如果要重做的话，如果要 remake 的话，可能有很多地方需要做调整。嗯，不晓得吧？这个游戏可能之后 RE5 也再出来之后再说吧。好，然后这是整个就是这个艾达 DLC 哦，这个逆命殊途。以艾达的视角呢，完美的呈现出了跟这个我们在玩里昂的时候的主线哦，完美的融合在一起。那也确实彻底的展现出这个艾达的，就是在艾达的视角下呢，整件事件的样貌大概是什么样子。那我觉得这个 DLC 非常成功哦，而且怎么讲？虽然说当然了，都是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场地啊，那里昂走过的地方，我们大部分哦，村庄也好，建筑物也好，很多关卡的设计其实都是一样的。但是我觉得这很正常，毕竟艾达就是在跟里昂一样，就是在这座岛上去行动的。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上使用同样的一个素材哦，同样的一个基底、一个关卡设置配置，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游戏还是一样吧，一如既往的高水准，然后设计等等的。虽然说这个《恶灵古堡》系列一直以来都有这个移动有点卡卡的问题哦，再加上如果是用这个手把操作的话呢，可能在设计方面上也没有时候呢没办法就是随心所欲哦。不过我觉得呢 PS5 毕竟呢还有这个手把回馈做的还是很好的，这个是电脑版永远都没办法做到的，所以这就是两难吧。如果我想要瞄得爽一点，瞄得顺一点，可能我今天用键鼠会比较舒服。但是呢，这样就没有手把的 PS5 的专属手把回馈了。哦，那用 PS5 玩的话呢，手把的问题也是会有，所以这个可能没有最佳解。然后在最后面打萨德勒的时候呢，就我刚才也讲了嘛，就是遇到两个最大的问题哦，一个是亮度哦，游戏默认的亮度呢，可能毕竟是恐怖游戏吧，就会偏暗哦。但是最后面那个场地真的太暗了。我开了亮度，我才发现说啊，原来有些道具在墙壁，在这个地上是可以捡的，就是放在这个一开始的地方。这些我都完全不知道。然后第二就是打法，我一直觉得啊，我怎么输出都没办法打出来，原来是因为你一定要打到他的这个眼球部分哦，他眼球暴露出来之后，你一定要抓好时机去输出，不然的话你真的打不完，没什么机会啊。哦，然后你又要不断的招架这个萨德勒的攻击等等，然后闪不掉嘛，哦，这个。恶灵古堡系列都是这样子，你没办法有这个没有回避键哦，没办法靠回避去闪招，你要么就是架，要么就是要隔挡，要么就是说把敌人打盾哦，打断敌人的腿啊等等的，然后再趁机会呢赶快离开，就是用这类的方式去闪招。那真的啦，打完之后我也发现好像没那么难哦，只是前面自己真的是卡太，被自己卡住，没有找到这个方法，没有去思考这个机制问题哦。所以在那边挣扎了将近快一个小时。好，那我觉得也没什么好讲的，这个游戏真的就是很棒。然后从本体里昂篇这边，我就已经让我惊艳到了。虽然我没有玩过原作四代长什么样子哦，但是这整个重置版再加上把所有的角色啊，包括这个路易斯哦，听说他原版的话，路易斯其实没有太多的塑造。所以导致玩家其实对这个角色并不是很有印象，只知道有这个人而已，但是没有那么多情感。那在这个重置版里面呢，我们可以彻底的了解到路易斯他的许多的行动的动机吧，然后也会对他呢产生感情。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的重置版该做的事情哦，把过去没有办法，可能因为硬体啊、成本啊等等的，或者是规格方面的问题，导致说必须删减很多既有的设定资料，好，那让游戏能够确保完美的运行哦，所以牺牲了很多东西。那现在的话呢，游戏引擎已经进步了很多，那就理当如果是要做重置版的话呢，就是要应该要把这些设定也是要归纳进来，然后等于是做出一个这个四代哦该有的最高水准的呈现哦。那我觉得这个重置版它是有做到。对，我蛮喜欢的，再加上这个艾达 DLC 这个逆命殊途才280块台币而已，他妈太便宜了，我觉得500块差不多吧，500-600差不多。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水准，然后再加上还有这个勾锁的系统啊等等哦，当然他们没有扮演的很重大的地位吧，但是这也算是一个新的玩法，那也确实完美的融合艾达这个设定，然后在游戏的地图里呢，其实也没有什么太过于唐突的问题哦，那我觉得做得非常的好，280块真的以我个人而言是佛心之价了，没什么好讲的，真的觉得太便宜了。可以感觉得到是诚意，我就是诚意的 DLC， 所以我给这个游戏非常高的评价。我然后五代的话，我是有点怕，因为五代我玩过，玩过一点点的呀，玩在那个 Xbox 360上玩的，那时候还是跟朋友一起玩，哦，两个人两只手把这样子，但是玩不到两个小时吧，我就觉得很无聊，就关掉了。我觉得那个已经不是僵尸了，那个也不是 Zombies， 那也不是感染体，那就是一个异形了。然后呢，可能还比正常人类更厉害，能够做更精密的操作啊，骑摩托车等等的拦车啊，做打战术的，我觉得那个太夸张了啊。对，我就是玩到那边我受不了了，就游戏就疯掉了，就再也没碰过了。那如果他们嘛，不是如果，所以基本上确定了，他们一定会做五代的重置。那私心有点小小期待吧，希望他们能够把五体的框架或者是设定呢，可能要再做一点修改。我不晓得吧，毕竟重置版是重置版了，只是 remake 而已。他会不会大胆到呢？把它打掉重做，像 SE 社的这个 Square Enix 的这个 Final Fantasy VII Remake 那样子，我是不晓得。像我觉得史克威尔他们在期待的重置也是非常的大胆哦，因为毕竟那期待是神作。然后故事也非常好，那他居然想要把它改写哦，以不同的平行时空来改写了，这个我想会有很多粉丝受不了吧。但是游戏的高水准哦，再加上这个极大的诚意哦，把所有以前的内容全部都扩大放大哦，导致整个游戏明明已经很饱满了，却只有原本期待的10%、20%吗？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厉害。当然了，故事有些改，有些人说太天真了。当时的原初代的期待怎么样怎么样，死了多少人，死了多少人。然后重置版里面的期待是大家和乐融融，然后没有人死伤好像真的没有那么多，没有把整个贫民窟都挂掉这样子。那这也是他们的决策吧。所以我觉得至少以不管是 R14 还是期待太空战士7和最终幻想7。FF7 哦，这重置版玩完之后都是有一个很大的感触，也很开心哦。然后也觉得这个是个很棒的作品哦。那我觉得这样的话呢，我也没什么好抱怨的了。好吧，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总之，这个 DLC 就这样结束了。那感谢各位收看。不晓得五代什么时候才出来，那只希望能够维持这样的高水准吧。然后 ，Yeah， 就这样吧。我是有点怀疑啦，五代我真的蛮怀疑的，因为我五代的故事跟设定我没有很喜欢，我没有玩完，我也没看完，但是光前面我就觉得我不太能接受了，所以他做成重置版的话，我也不知道我会不会喜欢哦。但我就想以后就知道了吧，反正出了我还是会买，还是会玩了。好，那这部影片就到这边了，然后感谢各位收看，我是麦达哥比，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